这个它很割手的，哎呀，拿的时候小心一点。 今天没啥事干，天气好像要下雨的样子，我们就来吃点草吧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的确是吃草，现在已经穷得到吃草的地步了。其实这个草啊，这个嫩的是可以吃的。以前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很饿，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零食吃。大家有吃过这个草的，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。 这种不出头是可以吃的，啊，这种出头的就不能吃了，这种就有点老了。像这种就已经是很老了，这种可以用来玩，小的时候经常用这个来玩，做一些小玩具啊。我又找了一根，看这根怎么样啊？我们打开看一下。哎，它的下面这里很嫩，这里应该是。 这里可以吃，哎，这个看，哇，这个好嫩的啊，这个白色的，哇，好嫩，这种嫩的，直接就拿起来就这样吃，有点甜，很多80后以前的朋友可能都吃过，因为以前条件不好嘛。